些的道理啊，这些的道理。那显示力云从假合力，显示呢，这当中就显示力这一个名称是从能诠释的教文来建立的哦，能诠释的教文，那么里面呢就是讲这一些道理，好，这些道理。那教文是让我们去所知的啊，好像立藏当中呢解释什么叫幻，什么叫不幻，幻境幻众，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应用的，啊，去应用的啊，能够呢远离这个恶法，成就戒德。那么所以其次呢就解释那个戒啊，解释戒义中呢，戒以性明，性通三性，且论善恶，互不相容，各得尽义。恶立于一名恶戒，徒儿类似旃陀罗辈常行杀害，名受恶戒，持恶律。那第二呢，斯罗解释呢是属于戒啊，戒的意义。这个戒义当中呢，戒以姓名，用姓来称呼啊，来称呼他。那么姓呢，就通于三性啊，善恶无忌这三性啊。这里呢，姑且讨论呢是善性跟恶性啊。那么善与恶是互不相容的啊，有善就没有恶啊，有恶就没有善。所以这样讲起来呢，啊，解释性义呢，那就是呢，这个各得尽义啊，互不相容呢，就尽啊，尽止当尽止的意思啊。善戒就禁止造恶，那受恶戒就禁止造善啊。恶立于一名恶戒，恶立于也称就恶戒啊，徒儿。类似旃陀罗辈常行杀害，名受恶戒，持恶律。恶律叫恶戒，恶律呢，在后面悲行篇里面呢，有讲到了，不能呢蓄养猫狸，蓄养猫狸，蓄养猫狸是恶律，就是恶戒，就是恶戒。那你受恶戒啊，那个善戒会断，善戒会断的，好、哦。那后面呢，别行篇里面离诸非法那个蓄养猫狸呀、啊，我们在家居士也都要看一看的，哦。那这里讲，姑且说徒儿类似旃陀罗，啊、哦，但是你蓄养猫狸呀、啊，也是属于恶戒恶律于的，是恶律。那这一些人是直接啊。是杀害众生，我们养畜猫狸啊，就是间接杀害众生，都属于恶律。所以讲这里讲啊，徒儿类似旃陀罗这一些人常行杀害，哦，杀害众生呢、啊，就称作受恶戒，持恶律，哦，持恶律。那怎么受呢？这恶戒啊，怎么受？还是要三十七尊证吗？不需要。哦，这个受恶戒啊，就是他花心想要去做，就受了。起心啊，要让他受证的去做，就叫做受戒，受恶律啊，受恶律。那再来第三解释呢？解脱中是解脱中，因为尽。言良于四肢，解释呢，这个波罗提木叉就是处处解脱，处处解脱当中，也近解脱跟远的解脱，啊，这两种意义来解释它。近中言随分者，显非顿脱及处处意也。好，近的解脱当中呢，讲到随分果。随分果，随分就显示不是顿然完全解脱，也就是处处啊，个别个别，啊，个别个别的意思。
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哈，好，感恩，我们再继续。